林香素再现洪世贤经典造型，现场爆料名场面，居然是临场发挥。哎呀，但是这两件衣服其实是有故事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穿上品如的衣服啊？你好骚，你好骚，你好骚。哎，为什么要加那个词儿？那是你自己加的吗？嗯。哦。哇哦。甜蜜舞蹈大赛来袭，林香素挑战魔性舞蹈，为何现场变脸？哎，很有劲儿啊！哎，还得老憋着劲呢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我会。既然是 battle， 就要有结果。真敢！更多精彩，11月21号周一上午10点，《甜蜜的任务》，敬请期待。